谢谢恒星啊，这个的回答。不过从网友的提问呢，我看得出来我们的网友，我想恒星也同意啊，每个都博学多才啊，这个没错，没错，提问都非常的这个深入啊，而且对很多历史也都已经据点了，非常的深入啊。谢谢所有网友，好像线上已经没有观众提问了，我就借最后10分钟，因为我们节目需要做一个稍微的总结，为了简洁方面啊，我把今天题目4个题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内外交工，习近平设政治安全专项，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在整个这次中国大陆疫情爆发之后，为了在平稳整个中国政权的这个维稳方面，成立了一个叫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那现在又传出来在里面有设立一个政治安全专项，那事实上，在中共维持所谓的国家安全或政治安全里面，已经有这个国安部、公安部以及所谓政法委。那这样成立政治安全专项，中南海成立这个东西，习近平成立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叠床架屋，或者是说，到底呈现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曾经提到了，也显现出习近平对整个目前中国政局的不稳的这种心虚或者是不安感。所导致，所以必须成立一个政治安全专项，来加速进一步的这个管控所谓的国安跟公安跟政法委之间来统合。这边是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尤其在周永康以及所谓的这个李东生或者是孟宏伟、孙立军这些涉及到所谓的政法委跟公安系统的这个高官的落马，这个更加速了一些中共高层的不安。另外，中国目前在内外交工，外有所谓的全世界的追责疫情的责任，由美国跟中国之间关系紧张，以及导致于可能全面对抗跟脱钩的问题，内有所谓三峡大坝，以及目前疫情也持续在扩散当中，还有经济下滑，还有香港这个国安法导致的这个内部的不稳的问题，所以也让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好像看起来也是中共必高层不得不做的一个选项之一。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一个第一个题目。第二个，我们讨论到美中脱钩很急，是不是热战近了啊？然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现在来降温。那我们讨论到是因为最近共军解放军在西沙群岛进行5天的演训，7月1号到7月5号。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2支最主要的这个航空母舰，尼米兹号跟雷根号，7月4号也在南海这边进行操演。那甚至美国的这个关岛的这个侦察机，在7月6号、7号、8号3天在台湾、在台海，甚至靠近贴近广东沿海在侦测。那这样的演训的过程，是不是美军跟解放军之间的较劲？题目我们也请教了这个恒星，恒星提到的就是说，美军这样的做法是想告诉解放军美军的决心，以及美军告诉你说，我们在南海为了维持海上航行自由，以及美军在本来在维持西太平洋整个安定跟稳定上面所必须做的事情，也让解放军知道，美军并不是说要放弃这个区域。啊，这个提点，那我们也提到，在王毅提出这样的一个节骨眼，美军跟这个解放军在南海跟这个台海的这个军事较劲之下，王毅提到了，就是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所谓要挑战或者取代美国的世界地位，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性的对话，重回正轨。那在美中这个所谓的全面对抗以及脱钩，目前整个急剧升温的情形之下，王毅的这样谈话，是不是有缓步的缓下来的感觉？希望中美不要再持续对抗下去，或者是在战狼外交能够有降温下来。那当然，这个我们也这边也提到的是说，美国外交部、美国国防部也提到的是说台海。南海的问题，那台海的问题又高过于南海。如果美中会热战的话，台海的这个可能性会高过于南海。事实上，恒星也提到了，美中都会克制目前的所谓的让这个情势失控的一个可能性。希望美中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失控的表现。
所以这边提到了王毅目前的这个降温呢，跟6月1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跟杨洁篪在夏威夷见面是有一个所谓的能够缓步下来美中之间关系紧张关系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第三个题目提到的这个美国提出制裁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也就是说在警告中共迫害新疆人权的一个做法。那这个这次提出把四个人的名字完全提出出来，包括这个陈全国、王明山、还有朱海伦跟霍刘军。那美国国务院跟财政部这样的一个做法，除了这个制裁这四个人的冻结资产、海外资产之外，也禁止所有的美国银行跟这四人交往，也禁止这四个人到美国签证，他本人以及他的亲属。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有后续，会不会上升到所谓主管这个新疆跟西藏的这个中国政治局常委汪洋，这个是有待观察。另外下一波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会不会有可能也会处理到香港这一块，因为国安法所引起的这个全世界的关切，包括这个主管港澳台事务的中国政治局常委韩正，以及这个夏宝龙还有骆惠宁，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观察的地方。那恒俊兄这边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制裁，也希望这是一个风向球，希望测试一下这个制裁的这个力道怎么样，再作为下一波这个制裁的一个标准。另外最后我们也提到了西方大动作的禁逼华为的前途在哪里。那在美国邦将华为列为黑名单之后，以及这个华为前的高官孟晚舟目前还在这个拘留在加拿大，美国跟加拿大有关于引渡的事情还在进行法律程序之外，英国强生刚从这个 COVID-19 这个确诊之后康复之后，似乎对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呢也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本来同意现在也持反对态度了。那另外除了这个英国的态度批变之外，路透社昨天也发出了意大利跟巴西也对华为的参与 5G 建设也做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巴西的总统目前也因为确诊这个 COVID-19， 所以整个疫情的影响也让这个整个全球对华为这个对有关于国安漏洞以及隐私权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虑。那相信很多人都很担心，尤其在五眼联盟已经对华为这个 5G 围堵已经做出了一个防范之外，英国以及意大利跟巴西的这个动作会不会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围堵 5G， 这个恒清也提出了他的这个关切的点。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尤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是非常严厉的，那下一波就是说法国跟德国这个西方大国会不会也跟进来围堵所谓的华为，这是我们下一波观察的焦点。我们今天很谢谢这个恒清在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今天这四个题目呢也讨论了，也有几个网友也提出看法，再次谢谢恒清。恒清你有没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啊？没有了没有了，这个赵明兄这个总结好厉害确实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和平要求我们最后要做个总结是因为要剪接成一个小的袋子，就是对跟那个网友的互动有个讨论，所以很抱歉耽误大家这个十分钟的时间。我再次谢谢恒清每个礼拜能够跟我在这边合作，然后让我得到很多资讯，也谢谢网友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的大新闻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好，谢谢赵平兄，谢谢网友，谢谢导播，下周再见。好，再见，再见，谢谢，再见。